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广华的员工季欣。小姑娘看着挺年轻啊，刚毕业吧？我毕业三年了。什么专业？兴大计算机毕业的，本硕都是。哎呀，兴大计算机专业可牛啊，没想到人长得漂亮，学历也不差呀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广华只招漂亮的高材生。哎，你们玩的是掼蛋？掼蛋啊，你会吗？嗯，会一点。那太好了，快来，你就坐到小赵总这边。哎，来来来，帮我好好看着他，看看有没有作弊。用得着吗？我给你们沏点热茶。好嘞，我去吧。啊，没事，你坐。要不说小赵总顺风顺水呢，啊，身边现在还坐了个美女，这牌一直这么打下去也没意思。韩总，要不咱俩换个位置，我也沾沾小赵总的福气。无所谓，反正谁跟我一伙儿，谁肯定赢。来，我来发牌啊。来热的。这把可靠你了，小赵总。放心吧，跟我打牌脑子都不用带。小赵总今天有点狂啊。狂有狂的资本。我出，哎呦我，小赵总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啊，那你来试试来。三个三带俩四啊，就剩两张牌了。三带二，只剩一张了。哎。这三带二可打好几轮了啊，估计都没剩什么了啊！你那手牌都不够了，有在吗，韩婷？嗯，三打二，你就这么自信？我手里没有比你大的牌。你上一把就要不起，而且你出了这么多三打二，我不信你还有。你的自信啊，跟不要钱一样。哼哼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压我？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给我最后一击呢。是啊。早就算准你的牌了，玩个牌又算概率又算人性的，你累不累？就你这水平想赢我，还得靠我放水。你赢了。不对呀，你这什么牌呀？你上什么牌？要不说还得跟着小赵总才能赢呢，是不是？稳赢的牌呀，这是什么稳赢啊？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是啊，一般新手运气都比较好，常胜将军也扛不住啊。哎，我可不认同你说的啊，季欣可没靠运气，我抓什么牌我知道，季欣纯是靠实力赢的你们。哎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刚有静电。嗯，赵总，来我这坐，帮我打一局，我回个电话。怎么了？让自己的员工陪玩，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。季欣是产品工程师，他最了解小白了，带他过来不也是为了跟小赵总好好介绍我们的产品吗？你是广华的老板，自己的产品讲不明白，
我擅长管理，技术上的细节肯定是专业人士更了解一些，人各有所长嘛。小姑娘牌打得不错呀，你是广华公关部的吗？啊，我是产品研发部的工程师。嗯。小白项目组的。嗯。你们看过《超能陆战队》吗？看过，我看过呀。不，怎么跟小白有关系啊？我们的小白跟里边的大白很像，只是大白他是用眼睛去扫描就可以探测出身体的状况。嗯。但是小白，我给您看吧。嗯。我们小白是人，只要一张嘴，他的这个手就可以去口腔里边探测情况了。哦。未来还可以和大白一样，一点还能疗伤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你们这玩意儿要做出来之后，那太酷炫了，比我那几个哥们儿投那些什么机器啊、冷冰冰东西有意思多了。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。哦。这一晚上，大家给小赵总哄得挺高兴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也在配合我们放水吗？让他走吧，这是个私人局，有外人在我不习惯。好，知道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样本量还不够大，但是如果能找到大医院有战略合作，那假以时日，这个机器呢应该能分担更多复杂的诊疗工作。哦、样本数据的问题，我怎么听着小赵总家的医院就能帮你解决呢？肖总，你就别给我下套了。小姑娘，你替我打牌不也为了这事儿吗？小事儿啊，我回去就和我爸说。不过后续啊，你还得给我仔细的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小赵总。哎，来，咱们加个微信啊。来来，坐坐坐坐来。季星。哎，你来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曾总，今天晚上辛苦你了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啊，你别多想，韩总正好跟他们有一些私事要谈，有外人在可能不太方便。你打个车回去，车费记得拿到公司来报销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天哥，嗯，4-4。